安播足球快讯，2021年4月20号，欧超联十二队身价排列。德国转会市场统计咗欧洲超级联赛创始十二队嘅阵容身价，曼城以10.3亿欧元嘅身价总和力压其余11队 ，AC 米兰就以5.09亿欧元位列榜尾。根据德转网站嘅统计，今个赛季欧冠球队里面阵容身价高于欧超联最后一位嘅，仲包括值8.43亿拜仁慕尼黑、8.29亿嘅巴黎圣日门、5.81亿嘅多蒙特，同埋5.62亿 RB 莱比锡。德转统计欧超联十二队阵容身价排行分别系：第一嘅曼城值10.3亿欧元，第二利物浦10.1亿欧元，第三巴塞隆拿8.23亿欧元，至于第四就系车路士7.8亿欧元，第五马德里体育会7.48亿欧元，第六皇家马德里7.46亿欧元。排第七有曼联7.18亿欧元，第八热刺6.81亿欧元，第九祖云达斯6.78亿欧元，去到第十嘅系国际米兰6.18亿欧元，十一阿仙奴5.49亿欧元，最后十二嘅 AC 米兰值5.09亿欧元。你听紧嘅系安播足球快讯，记住 subscribe 我哋个 channel 同赞我哋嘅专业。直播提供英超、意甲、法甲、葡超、K League、NBA 等精彩足球、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，立即下载 M 直播，随时随地有波睇。